本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许氏花旗红参片组。红参片跟我们一般的花旗参片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红参片是特别精挑细选五年的参，然后经过特别的设备、特别的处理过程，这是完全不一样，很特殊的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红参片呢？因为刚好这时候是季节交替的时候，是，而且很多人他是本来就不太能补这种太凉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知道花旗参比较属于凉补，是，高丽参属于热补，对。那我们花旗红参片是刚好在中间，中间就比较温补。是，所以如果您身体比较虚，或者您觉得吃了花旗参片会有一些比如腹泻啦，比较不习惯的话，那红参片刚好可以弥补这个缺点，而且呢又不像高丽参这么的燥热。那今天为大家推出的优惠是两盒花旗红参片呢，原价是48块一盒，今天特价89，再加赠我们的许氏花旗参茶20包装的一盒，还有许氏的弹跳品。市价总价要超过150元，今天只要89块，而且含税免运费之外呢，另外再加赠许氏花旗参茶一盒，再加送一个弹跳品，限时抢购，买到赚到。